天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小姨房哦。然后小姨房是大概29.81平方的。我们开发商给大家赠送的是智能门锁，是 Yellow 品牌的。使用方式有三种方式哦，就是第一，你可以按密码输入密码，可以用门卡，同样的也可以用钥匙。这里是开发商精心设计的，是储物柜，然后里边可以放洗衣机，可以放你们的鞋子哦。这边呢是厨房，厨房的话是开放式厨房，固定的东西都有给你们送的，电磁炉、油烟机，然后这个柜子都有送的。因为泰国这边呢一般不能用明火，所以一般开发商给你们配的都是这种电磁炉。好，然后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客厅这边呢可以摆个餐桌，然后这一间房我们是双阳台落地窗，所以这一间房的采光会非常的好，整个房间就会显得非常的明亮。这一间房呢，主卧这边我们给你们配的是活动门，是有两个进出口，所以你们住起来会非常的方便。然后现在大家在的是我们的主卧，主卧也有个阳台，然后窗户是落地窗，阳光也非常的好。然后这边是开发商给你们送的储物柜。进来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洗手间咯。然后我们洗手间就按照这样的标准给你们赠送的，就是有洗漱台，然后马桶，然后淋浴，都是科勒品牌的。当然，玻璃和镜面也给你们赠送的哦。